比龙收官赛第五场比赛，三次班赛75分以下1600米的马匹驻扎完毕，比赛即将开始，优骏们准备出发吧。好，闸门打开，我们可以看到曼扎拉十号马经济学家曼扎拉现在排在本场比赛第一位的就是二号马好声音，紧接其后的有粉色彩帽的是九号马燕春之己，旁边还有一匹马是三号马东兴王者，现在是东兴王者排在本场比赛第一位，领先在一个马位。第二位可以看到外栏就是二号马好声音，马匹是在过弯，接下来可以看到还有是四号马自由战士，马匹现在是慢慢的来到了后边的直道，现在是第三位已经变成了七号马战功卓著。再往后边可以看到有粉色彩帽在外栏是九号马燕春之己，在这旁边是灰色彩帽是八号马合力霸主，然后可以看到有两匹玉龙彩衣，又是六号马完美之极和十三号马金霄，再往后边还有是粉色彩帽的是九号马燕春之极，接下来有大热门红色彩帽的是一号马永强高尔，还有黑色彩帽在外栏是一号马战鹰，后边的两匹马可以看到有五号马奥维莱克，马匹开始过第二关到了，在那边上比赛最后的就是曼扎的十号马经济学家，现在是一个马位领先，在前的是三号马东兴王者，接下来同马房的还有四号马自由战士和另外一匹马是八号马合力霸主，合力马业的三匹马是现在是暂时领先在前三位，第四位是本场比赛大热门一号马永强高尔排在本场比赛第四位，现在是弯道转直道，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橙色彩帽的三号马东兴王者是率先进入，其他马匹还在追，现在可在外栏有同马房的是四号马自由战士，然后中间可以看到永强高尔在排场比赛第三名，最后的200米最后的150米是三个马领先在前，还是三号马东兴王者，其他马匹还在追，有自由战士和一号马永强高尔，最后的50米现在还是三号马东兴王者第一，三号马东兴王者夺冠。